那好粉条子你炖到什么程度，它汤都不带粘汤的，这是正经玩意儿，兄弟们，那市场当然比不了。快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朝阳六家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可来大好事了，不要再去拍别家19.9到手5斤的红薯粉了，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是整整5斤，另外老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到手是整整5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是朝阳六家子的啊，它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咱喜欢吃宽粉咱就去拍宽粉啊，咱如果喜欢这种细粉了咱就可以去拍细粉，并且呢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啊，它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啊，不含木薯粉，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啊，它这个颜色啊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，好的红薯粉啊都是这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，像咱平常可以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，炖个肉了，吃火锅的时候放上一点啊，怎么搭配都是特别好吃，它的口感啊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啊，嘎嘎好吃。哥姐妹啊，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5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5斤啊，另外老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16.9，到手是整整5斤红薯粉条，宽粉细粉可以选择，厂家控价之后啊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爹的券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16.9到手5斤的话咱赶紧圈牌。